来一场。这种小虾啊，特别的入味儿。要不要来两个？虾是一个组合，姐妹们，你们爱吃哪个配哪个。这个蟹肉捞多了。包括它这个蟹腿里边啊，你们回家的时候都可以慢慢去刻它，
里边都是肉，蟹黄。黑虎虾啊，这里面有贡菜，这个虾可大个头了。完了，自己觉得有点没怎么画透啊。馅料里边你们看到的这个有绿色的红色的大部分都是贡菜和青辣椒，所以这个留到下次吃啊，没花透，太硬了。